蹭饭订单，请接单。呀，来活了！哦吼！你好，有人吗？哎呦，来了！啊，是你啊？对呀，坐吧。龙虾、鲍鱼、猪蹄，你吃呀？这快点给我吃，不然订单超时我投诉你！别，我吃。这个菜还挺硬的。吃吧。那我先吃个龙虾。还有这个龙虾饼呢。哇，有杯子嘞！吃完了我可以走了吧？还有两个呢，赶紧吃，不然……别！我吃。我吃完了，我先走了，记得给我个五星好评。今天搞的鸡腿是啥的？我今天没吃猪，你是来给我当包了吗？大个的猪，我要吃梅豆腐，又香了，比猪好吃多了。哼，我就不愿意用那个比猪还好吃。啊，真香！我就不想那个好吃。真的比那个好吃嘞。今天吃鱼了，老弟来了。老哥，今天吃啥？吃鱼啊，就这小鱼仔啊，我不吃了。老妹，明天想吃啥呀？去表弟家吃顿饭去。表弟在吗？谁啊？是我表弟。哎呦，在吃饭啊？你咋的又来了？哎，现在弄根华子，弄根华子。哟，华子，你这哪来的华子啊？这是我爷爷邮寄给我的啊。你不懂，你一点都不懂。哎，表哥，你这个烟，这个是你爷爷给你带来的。那你这个烟现在很值钱。你这是不是包这么紧？我这不是害怕人家给我透气了吗？也害怕过期啊。哎，你拿着，表弟。那你先吃，哎，我拆开。行，我先吃点啊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吸火了。哎，表弟，我吃饱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为了大哥这包的缓冲液，我先走了啊。走吧。哎呀，终于拆开了，来个华子。这不是华子吗？表哥，你又骗我，你又偷我饭吃。你不是最爱吃毛蛋吗？我不吃了，熊大过胖。本来就胖。熊大，你看你的肚子，怎么好意思说别人啊？一点都不胖。姐，熊大好像在说你胖。我啥时候说过？熊大，你活够了是吗？别吵。开饭啊！哎呀，小韩子一起吃饭的，可是没准备你吃饭的碗筷。我也准备了筷子，又准备了碗。Cool。
你有新的蹭饭订单，请接单。来活了，应该就这了。哎呦，你终于来了，交给你了。啊，这个是我朋友啊，多。这个菜，啊，菜菜，啊，好吃啊。姥姥这个肉也太好吃了啊，你们多吃点啊。终于吃完了，哇，我再进去往上一放。姥姥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朋友还有事。今天辛苦你了。没事，我是专业的。姥姥年纪大了，她只记得我喜欢吃红烧肉，但是她记性不好，放多少盐的话她已经记不清了。我只想把肉吃完让她开心。真是谢谢你，真是个好孩子，下次有这事还找我。哎，记得给我个五星好评啊。吃这么点，这么大一块肉啊？我们四个人分嘛。别喊我神，你们吃。它真香。嗯，都吃饱了吧？好，好，我来。这年轻人，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不行！哇！今天训练了15个红烧肉。哎，这么小心吗？哇！这样，这就是给你准备的，快吃。这个就给你了。嘿嘿嘿嘿。嗯？你个大骗子！老干妈，吃饭了。哇，你也配吃？我怎么了？姐，你快吃。那我吃啥？吃吧。你太双标了吧。老干妈是吧？快吃。